Hello, everybody. I'm TJ Abel. This lesson we study HSK4 上册第九单元了。我们学习到第九单元了，Unit 9。阳光总在风雨后啊，这是一首很好听的中文歌曲，大家知道吗？The sun will shine again after the storm。阳光总在风雨后，很好听，很好听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是谁唱的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歌词啊，是许静美，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去学一下。那 TJ Abel 呢，首先大家带大家看一下，读一下歌词，然后给大家唱一次，OK？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呀！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是一首非常正能量的歌曲，鼓励我们，还有什么勇敢的面对什么挫折，the misfortune 啊，fortune，大家跟大家唱一下，OK。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虽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另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很好听的歌曲啦。哈哈，大家呢？课后大家去学习一下，OK？Next we learn the warm up。一啊，给下面的词语选择对应的图片。那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一个词啊，轻松，轻松，yeah，relax，relaxed。轻松躺在，哎，躺在一，哎，一张这个毯子上面，看着天空，非常 relaxed，哎，轻松。那这个网球啊，运动，网球，这个是网球嘛？对，大家喜欢打网球吗？我不会，感觉很难啊。那这个是作家，作家 author 啊。这个作家他在干嘛呀？在发布新书，在签约、签字啊，签售。因为新书发布的时候呢，要一个读者见面费，见面会，sorry，跟大家一起见面啊，把新书卖出去，还会签名作为纪念啊。我们来看到勇敢，那勇敢这个词呢，你看这个男孩子，这个男人，在这个是悬崖，然后这一。独木桥在走，很勇敢，一不小心他就什么掉下去，饼干啊，饼干呢是 饼干就早餐的时候呢，有时候来不及吃早餐，我就会吃点饼干，填饱肚子。这个呢是爱迪生啊，爱迪生的电灯泡是他发明的，伟大的爱迪生。发明家是一个发明家，一个名人这个是我们的 warm up。我们来看到第二个 warm up 我们来看到
哎，什么是成功 ？What's the success？ 这里有几个问题哈，你眼中成功的人是什么人呢？哎，这里有什么？商业名人啊 ，businessman， 历史名人啊，历史上一些人物啊，比如说，杰克逊啊，这个林肯，他的总统啊，穆罕默德，是吗？然后各个国家哎都有历史的名人，拿破仑，对吧？明星，哎，明星 ，superstar， 哎，那些演员呢 ，singer 啊，歌唱家呀，哎，这个演员，actor， actress， 那身边的人啊，有没有你觉得很成功的呀？哎，这个你眼中成功的是哪一类人？哎，有没有年龄那个限制啊？哇，一些比较成功的，哎，都是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可能什么？40岁以上的，你看商业名人的话，哎，马云 Jack Ma， 哎，从阿里巴巴 ，Glow，and 扎破Facebook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对吧？哎，很年轻啊，很年轻就创立了 Facebook。你认为他和他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呀？运气好的，也特别努力的，很多都特别努力哈，也希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认为成功是什么样的呀？哎，我觉得家庭幸福就是最成功的了。然后呢，哎，是什么？有进步，哎，工作好有成功。然后我觉得，首先第一重要的是家庭幸福，然后呢，工作好有进步。OK， 我来描述一下啊，我觉得成功是什么？我眼中成功的人呢，是 Jack Ma 啊，他创立了阿里巴巴，对吧？创立淘宝、天猫、阿里 Pay， 对不对？啊，他的年龄大概在40岁以上。我认为他成功的原因是。运气好很努力哈，很努力，然后很有很懂得坚持。当时电商啊，就是 shopping online not popular， but he persisted on this business and finally success。你认为成功是怎么样的呢？我认为成功是。家庭幸福啊，孩子健康啊，这个 yeah, the cop, my wife is exhaustful, we love 一家人，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最成功的 ，but。TJ is still single, don't have girlfriend. So I need to, yeah, the first I have a girlfriend. But our company, our ham, 爱博汉 is still lot of things to do. We should, go. No time to think about others.I hope our 爱博汉语 Burton and Burton 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啊，谢谢大家啊 ，See you next time, bye.